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经过前两天的降温天气后，从今天开始，我省气温将逐步回升。长春晴转多云，最高温0度，最低温-11度。另外，今天我省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好，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1于3月1号正式实施。刑法修正案11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修正案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刑罚，进一步明确对猥亵儿童罪从重惩处的具体情形，并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修正案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修正案增设高空抛物罪，明确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正案还增设冒名顶替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袭警罪等多项新罪名。从昨天起，我国开始全面执行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目录内的药品达2800种，基本上实现了治疗领域的全覆盖。调整后的2020年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为2800种，其中西药1426种，中成药1374种，新调入的119种药品涉及31个临床组别。与往年相比，2020年医保目录调入药品数量最多，惠及领域最为广泛。自此，我国医保目录中，西药覆盖52个治疗领域，中药31个治疗领域，基本实现了治疗领域全覆盖。我国医保目录连续3年调整，对于治疗重特大疾病的独家药品，主要采取谈判的方式，就是逢禁必谈。国家医保目录谈判2018、2019、2020年分别谈判纳入17个、70个和96个药品，价格降幅分别为56.7%、60.7%、50.64%，均达到一半以上。多轮调整后，医保目录结构更加优化，用药层次更加丰富。不仅价格下降，创新药品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也大幅缩短。2020年谈判准入的药品，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长，中位数为1.8年，个别药品甚至当年7月上市，12月就纳入医保，准入周期仅5个月。就是在选药的时候，过去还有一个价格问题，有所顾虑。那现在不管从医生到患者，这个顾虑就基本上没有了。医保目录连续3年进行了调整，让疾病有药可治，让患者真正受益。陆勇2002年8月确诊慢粒白血病，需要常年服用抗癌药格列卫。2018年以前，一个月的药费要20000元，而现在原研药和仿制药都纳入到医保报销中，每个月是1197块钱。然后如果是那个国产仿制药的话，现在因为这个药已经进入集采了嘛，集采的话价格上每个月是1200多，医保在覆盖的部分的话可能也就有几百块钱吧。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开始正式实行，新调入的119种药物涉及31个临床组别。那这个数字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北京的患者李平之前使用的特发性肺纤维化靶向药尼达尼布之前不在医保目录之内，而这次医保目录调整之后，新调入的药品之中就包括这个药品。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李平在看病吃药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吃这个间质性肺炎的消炎化这个药，你俩你补太贵了。原来我吃这一个月是22000多，这不是马上就要走医保了吗？那当然我就太高兴了，非常高兴，真的国家有这么一个政策非常好。李平使用的特发性肺纤维化靶向药尼达尼布，就是在2020年通过谈判降价纳入了新版医保目录。经过医保报销后，患者每月负担降低到2000元左右。像李平这样受益于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患者不在少数。国家医保局介绍，与往年相比，2020年医保目录调入药品数量最多，惠及领域最为广泛，更好地满足参保人的基本用药需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闲置物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转让给他人，物尽其用，但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去年年底，江苏省消保委对闲鱼、五八同城等12家二手交易平台展开调查，发现涉嫌默许售假、违规发布信息等诸多问题，于今年1月对这些平台进行线上约谈。2月28号，相关平台对调查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交了优化整改方案。来看最新报道。在江苏省消保委对12家网络二手交易平台的调查中，超过90%的被访者都有过不太好的消费体验。体验员小王告诉记者，他手边这些奢侈品的空盒和空瓶都是在二手平台上购买到的。在那个购买的过程中呢，是在空盒方面有一个卖家，他表示呢是说可以大量购买的，他是可以批量购买的，然后算是一个职业的卖家。小王告诉记者，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对这些品牌空瓶的大量回收和销售让他产生很大担忧。他买这些空瓶可能就会给那个制假售假造成一个就是提供一个可能嘛。调查还发现，一些卖家把网络二手平台当成山寨货销售的大市场，通过对关键词的另类更改，比如把山寨、高仿这样的敏感词用复刻来替代，把鉴定用过毒来替代，逃避平台的技术监管。像复刻版1:1的，就是基本上和正品就是没啥区别，很难鉴定那种。是，你当时买的这个鞋子市场价格是多少？市场价大概有1000多吧。那你买了多少钱？买了100多，150。1月28号，江苏省消保委线上公开约谈了12家平台，并督促平台在2月22号前对相关问题提交书面整改方案。目前，12家网络平台都已经提交了书面回复函，包括整改优化方案。回复的情况来看，像是闲鱼、转转或者是五八同城都表示会针对于类似于像包括增加图片的一个识别能力，它会通过一些隐晦的词或者是图片去上架，那会通过增加一个图片的一个识别能力，另外的话增加相关的相应的一些隐晦的一些违禁词，以及去通过缩短就是发现以后以及到处理的这个时间差的一个这些方面去完善它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机制。来关注中小学开学。昨天，吉林省各地中小学生走进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各学校将党史教育、文化传统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中小学生爱党爱国。长春市实验中学的开学第一课以“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为主题，开展党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利用知识问答、讲述党员光荣事迹、诗朗诵等形式，向同学们传递红色教育。这个红色教育不仅仅是能够普及一些红色知识，它更多的是一种信念上的支撑和对我们精神文明的一种塑造。在长春华悦学校，小学生们迎来了以播种希望、自觉成长、拥抱未来、共创辉煌为主题的新学期开学典礼。在双辽市第一中学、辉南县第二实验小学，老师为学生们讲述5位为国戍边英雄、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四平、柳河等地中小学，同学们通过漫画、摄影、武术、书法、手语表演等形式，从敬畏、感恩、真爱、爱国四个主题，诠释了敬畏自然、感恩英雄、珍爱生命的真实情感。由于疫情防控需要，通化市中小学的开学第一课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将抗联精神、爱国情怀、党史教育和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引导中小学生从小树立爱国主义意识。各地中小学还设置了校园安全、文明习惯养成等课程内容，讲述防疫知识、抗疫故事，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
目前，长春市中小学已经陆续开学。2月26号，长春市教育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的通知。通知中多项重磅举措引人关注，从教学教材、在校时间、作业管理、手机管理、考试安排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来了解一下。2月26号，长春市教育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的通知。通知中，从学校教学教材、在校时间、作业管理、手机管理、考试分班管理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一、规范课程教材教学管理，不得挤占音乐、体育、美术、科学、综合实践、理化生实验等课程的课时，全面落实中小学劳动课程，促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实施。二、严格控制学生在校时间，小学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小学生第一节课不得早于8时，初中生不得早于7时30分。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不得少于1小时，午休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个半小时。三、着力强化学生作业管理，小学1、2年级各学科及其他年级当天没有教学任务的学科，不得留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中高年级和初中可根据教学需要留置家庭作业。着力强化学生作业管理，坚决克服机械的、无效的作业，杜绝重复性的、惩罚性的作业，严禁在我们的微信群、QQ 群里或依赖其他的电子产品布置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或者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和批改作业。昨天开始，全国中小学已经陆续开学。为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和家长，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今天北京市中小学全部开学，北京市教委提出，从本学期开始，手机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校内要设有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设施设备等要求。同时还提出，要因地因校制宜研制切实可行的校内学生手机管理制度。寒假期间，在北京市丰台第二中学已经通过学生会、家长在线征集等多种渠道，就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的管理进行讨论。目前已经形成丰台二中学生手机使用须知。就是拿到这个须知，孩子知道我手机带不带，什么是可以用，什么条件带，带了要具备哪些一些手续，不带的时候学校给我提供哪些方便，家长在家里怎么做，都很详细很具体。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各个学校已经有一些实施方案。为了实施更人性化，从这个学期开始，将对不同年级班级提出不同的规定。在清华附中，我们一般采用的是这个管理都交给他们自主管理，也就是说，可能一个班级他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他会制定班级的管理手机的公约，大家讨论应该怎么样合理使用手机，我们班应该怎么做。除此之外，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很多学校将电话手表设备也纳入到校园管理范围内。跟手机的管理规定是一样的啊，因为学校里我们给每个办公室和楼道都配备了相应的电话，还有我们老师的一些通讯的办法，所以家长要想找到孩子或者孩子联系家长，在通讯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实际上是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需求，以及呢我们教育供给侧结构的改革，年龄越低，可能我们把它切割的应该更清楚让它远离手机，可能年龄越高，我们的管理方式越需要更加科学，需要疏堵结合，帮助孩子学会管控，其实比简单的一刀切的不许接触要更有价值。来看热点消息，南京市检察机关昨天发布最新消息，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犯罪嫌疑人裘某明（网名蜡笔小裘）依法批准逮捕。2021年2月19号，犯罪嫌疑人裘某明在新浪微博上使用其个人注册账号“蜡笔小裘”，先后发布两条信息，贬低嘲讽为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相关信息在微博等网络平台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月20号，犯罪嫌疑人裘某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侦查。
2月25号，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裘某明利用信息网络贬低嘲讽英雄烈士，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社会影响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9条之一的规定，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犯罪嫌疑人裘某明批准逮捕。南京市检察机关表示，英雄烈士用鲜血生命捍卫祖国领土，其名誉荣誉不容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2021年3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1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裘某明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1第35条的规定，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严重损害为国戍边英雄烈士的人格尊严，严重损害为国戍边军人形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追诉。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如今，网络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能让一个普通人瞬间变成众人瞩目的网红。昨天，我们的栏目就带您认识了山东费城卖拉面的程运富大哥，坚持15年卖拉面不涨价，一直卖3元钱。这事儿经过网友曝光之后，程运富一下子成了网络红人，人送外号拉面哥。这本来是好事儿，可是随着拉面哥越来越火，大家对他的围观也逐渐变了味儿。好危险。等多久了？20吗？得等20啊！得等那多长时间啊？还得先和面的大约得半小时。半小时啊？和面还得和面。还得和面。山东拉面哥，然后走红网络的第二个大鸡，现场的人也比较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最多的时候人的话有将近200人左右。看得出来，这种围观已经对程运富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困扰。他也在当地媒体上呼吁网友们不要在村子里聚集围堵，并且说村子目前都瘫痪了，这种压力自己是实在承受不了了。另外，有的自媒体曾在直播当中说要把直播过程当中收到的打赏都给拉面哥，程运富对此也做出了回应。我每次就挺快就打赏，这明天他给我钱我也不会要他，因为我每天钱不多，俺够花的，我也不需要消费这块钱，就这怎么的，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年轻，告诉你们网友以前来的比也就这些。平凡的人被关注，或许是因为其身上有着吸引大家目光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确实值得我们去珍视去赞扬。但是要注意的是，当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被突然放大，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关注。当过度的围观侵扰到他的生活，甚至一些人刻意利用其身上的流量去谋取利益的时候，我们或许就应该去反思这种不正常的围观了。莫让利益驱使下的过度围观打翻拉面哥的面摊，让这份质朴和真诚消失。再来看一个热点事件的后续消息。去年7月，一段9秒钟的偷拍视频，一场子虚乌有的对话，几十张伪造的聊天记录，让浙江杭州的谷女士成了出轨快递员网络造谣事件的主角。随后很快真相就被查明，谷女士仅仅是下楼取了个快递，就蒙受了这样的不白之冤。虽然造谣者被予以行政拘留处罚，但谷女士要面对的却是工作被辞退、被身边人议论的困境。2月26号，这起案件有了新进展，检察机关已依法对被告人郎某、何某向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20年7月7号18时许，被告人郎某在余杭区某快递驿站内使用手机偷拍正在等待取快递的被害人谷某，并将视频发布在某微信群。
后被告人郎某伙同被告人何某，出于寻求刺激、博取关注的目的，使用各自微信号假冒快递员和被害人古某，捏造古某因取快递结识快递员，二人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二被告人为增强聊天记录的可信度，还捏造赴约途中、约会现场等视频图片。同年7月7号至7月16号，被告人郎某将上述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视频图片陆续发布在某微信群，引发群内大量低俗评论。上述偷拍的视频、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后，引发大量点击阅读以及低俗评论，引起网络热议。被害人古某因被诽谤导致无法正常履职，被公司劝退，后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检察机关起诉认定，被告人郎某、何某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不仅损害被害人的人格权，而且经网络得以广泛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应以公诉程序追究其诽谤罪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这起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先后经历了行政拘留、古女士刑事自诉等过程，一波三折。在本案发生后，杭州警方曾对涉事的郎某、何某分别作出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郎某与何某行政拘留期满后，古女士曾希望与两人和解，给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句号，条件是两人录制道歉视频并赔偿相关的经济损失。本人郎某，本人何某郑重向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件的受害人古女士及其家属致以最深的歉意。然而，郎某与何某对待道歉的态度以及认为这件事情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心态，让古女士无法接受，加上双方没有就经济赔偿达成一致意见，古女士决定放弃和解，以诽谤罪提起自诉，追究郎某与何某的刑事责任。就是他们从未觉得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到别人，从未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涉嫌违法，他们只是觉得我就是开玩笑，我就是玩一玩，又能怎样呢？所以我就是觉得我更有必要去站出来，然后去维权，拿我维权的结果向他们证明，这不只是开玩笑而已。如果你伤害到别人了，你就要去承担责任。在准备提起刑事自诉的过程中，古女士背负了很大的压力。自诉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包括我们第一次去见律师的时候，律师当时都有劝我要不要选择走民事，因为走民事会更轻松更容易一些。但是刑事首先它收集证据极难。2020年10月26号，古女士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及证据材料。经审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符合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我的案件立案成功了以后也是忐忑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法院会要求你再次补交证据，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你的案件很有可能会被驳回，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开庭的那一步。那么为什么这起案件可以从自诉转为公诉？检察机关起诉认定当中明确表示，被告人郎某、何某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依法应以公诉程序追究其诽谤罪的刑事责任。浙江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在网络发酵的同时，也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注。在最高检的推动下，2020年12月25号，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这也意味着古女士所遭遇的这桩诽谤案件正式从自诉案件转为了公诉案件。所谓公诉案件，是由各级检察机关依照法律相关规定，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在自宿转公宿了以后，你突然你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孤苦奋战了，而是整个法治社会在跟你一起在战斗。但是公诉了以后，警方会立案侦查，他们会收集证据，而他们收集的证据和我们自己收集的证据相比，可能警方的会更有力、更权威，甚至是更全面。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再来关注交通安全。近日，陕西一名醉酒男子趁着公交司机不注意，竟然把公交车给开走了，途中还连撞了三辆车。乘客发现不对劲儿，这才报了警。在浙江，也有一名奇葩的女司机，竟然抱着自己的宠物狗开车。被查后，该女子竟然说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宠物狗太粘人了。近日，陕西西安一名男子酒后来到公交始发站，趁司机下车的间隙上了一辆公交车，并将车开走了。一开始上车的乘客都误以为男子是真司机，还正常上车扫码，直到公交车在路上连撞三辆车，乘客才发觉不对劲儿，并报了警。据悉，该男子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自己突然怎么开人家的车去，就是然后有人报警，报警之后我们就到现场将这个男子控制，以后又拉到医院去采了个血，达到这个醉酒状态。目前该男子因其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几天前，浙江台州一名女司机驾车驶入高速收费站，民警惊讶地发现她居然抱着一只宠物狗在开车。你这怎么开车啊？抱着小狗在开车啊？啊，你这安全不安全？问你，啊，拿自己生命来开玩笑了。民警当场指出其抱狗开车的违法行为和危险性，并对其批评教育，要求将宠物狗用狗绳固定。经询问，司机姓蒋，蒋某称，因为宠物狗很粘人，所以就抱在方向盘前。他是抱着狗，没跟抱着小孩被粘安全。真的啊？嗯，我看到我想把他捆住了。随后，蒋某因驾车时妨碍安全行车被处以罚款200元，扣2分的处罚。再来看一个无知无畏的熊孩子。近日，湖北襄阳一名小男孩开着一辆玩具车在车流中穿梭，吓得过往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靠边，小朋友！开车从那里过嘛，那个孩子就把那个车开到那个马路上去了，没看到大人。目击者李先生说，看到这种情况，他赶紧停车提醒，随后有过路司机将孩子带到了安全的地方。瞧瞧这多危险呢，孩子可是父母的心头肉，这别说是出了事故，就连孩子着凉了，家长都心疼得不得了。所以大伙就常说，有一种冷叫奶奶觉得你冷，今天还有一种美叫奶奶觉得你美。山东潍坊有一个1岁半的女宝宝，放假的时候回奶奶家待了2天，等到妈妈来接她回家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
国际方面，上个周末美国多地发生了警察遭枪击事件，造成了多名警察的死伤。当地时间2月26号下午，在弗吉尼亚州斯坦利，一名警察在拦截一辆汽车时被车内的司机开枪打死，该嫌疑人立即逃离现场。据当地警方称，警察在追捕的过程中击中嫌疑人，该嫌疑人随后被确认死亡。目前还不清楚遭袭警察拦截该车辆的具体原因。同一天，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一名负责篮球比赛安保工作的警察在处理一场与口罩有关的纠纷中被枪杀，一名嫌疑人被逮捕。当天，这名嫌疑人来到当地一所中学的停车场抢劫了一名司机，随后他试图进入体育馆，由于没有戴口罩被工作人员拦下，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警察前往现场解决纠纷时被嫌疑人击中两枪身亡。2月27号，在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洲际公路上，两名警察在一次汽车追捕行动中遭枪击受伤。在经过彻夜追捕后，两名嫌疑人被逮捕，两名警察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今年1月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事件数量持续上升。当地时间27号，纽约市多个亚裔团体联合在市政厅附近发起了示威游行，抗议仇恨犯罪激增，数百人参加了活动。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大量亚裔群体聚集在一起，手持着反抗针对亚裔仇恨犯罪、停止对亚裔暴力行为、我们应该更安全等标语，并大声呼喊无仇恨、无恐惧、这里欢迎亚裔等口号，要求加强在地铁等地区的安全部署，让亚裔的人身安全得到保护。当天有抗议者呼吁所有亚裔团结起来，对仇恨犯罪说不，要支持彼此不再受到伤害。We are tired and sick and tired of all the anti-Asian hate sentiment, which has been here present prior to COVID. I grew up with this. So it's important to show solidarity, important to show our political elected officials that we matter and that we care as Asian Americans. 除亚裔外，不少其他族裔的抗议者也加入了声援队伍。他们批评美国部分政治人物在疫情期间的言行被仇恨犯罪火上浇油。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what nationality you are. We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s a people, as humans, period. 当天，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众议员孟昭文、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等政治人物参与活动并发言。今年一月以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仇恨犯罪事件数量继续上升。一段在美国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监控视频显示，今年一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名84岁的泰国老人行走时被人推倒在地，随后死亡。美国华裔篮球明星林书豪近日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他也未能免于在球场上被称为新冠病毒。再来关注全球新冠疫情。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2月28号表示，英国接种第一剂新冬疫苗的人数已经突破2000万人。I'm absolutely delighted that over 20 million people have now been vaccinated across the UK. It's absolutely fantastic. Huge thanks to the team. But in particular, I want to thank every single person who's come forward to get the jab. Because we know with increasing confidence that the jab protects you, it protects your community, and it also is the route out of this for all of us.英国去年12月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疫苗接种从高龄者和一线医护人员开始，达成2000万人里程碑后，英格兰地区近200万名60至63岁民众将可以开始接种疫苌。下一阶段目标是在4月15号之前，让所有50岁以上民众都接种第一剂。英国首相约翰逊此前表示，所有英国成年人在7月底之前都将接种第一剂疫苌。另据报道，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局28号发布信息说，英国目前已累计确诊6例最早在巴西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这种名为 P1 的变异新冠病毒最早在巴西马瑙斯被发现，卫生局已将其列为受关注的变异新冠病毒。目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分别确诊3例相关病例。英格兰的确诊病例中有2例来自同一家庭，有巴西旅行史，另外一例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官员表示，不管新冠病毒如何变异，其传播方式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预防感染的措施没有改变。人们应尽可能待在家中，外出时戴口罩，勤洗手，并保持社交距离。再来关注日本的新冠疫情。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表示，日本政府2月28号正式解除了首都圈之外6个府县的紧急状态，但是包括东京都在内的首都圈依旧维持紧急状态。日本政府决定从2月28号起正式解除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爱知县、岐阜县、福冈县等6地的紧急状态。为确保这些地区疫情不再扩大，日本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分阶段逐步放宽限制措施，在繁华地区针对无症状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持续监控疫情动态。另一方面，对于仍处于紧急状态下的首都圈一都三县、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日本政府要求当地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民众非紧急情况避免外出。在听取专家意见后，判断3月7号能否解除首都圈的紧急状态。但2月27号和28号周末2天，东京都等首都圈内主要地点的人流与此前4周的平均值相比明显增加。据统计，整个2月，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达10997例，而自去年12月以来，东京都已连续3个月新增确诊超过10000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月28号表示，鉴于新增确诊病例数还在增加，目前有必要彻底控制人流。另据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将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测试赛等情况视作特殊情况，允许外国参赛运动员入境。目前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允许外国人入境。随着东京奥运会临近，日本政府正就重启体育相关人士入境特别措施展开协调。据日媒报道，日本3月30号将举行足球世界杯预选赛，4月重启东京奥运会测试赛。如果不能重启入境，相关赛事可能会受到影响。在日本，每年春天各地都会举行赏樱大会来吸引游客，不过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的赏樱活动不得不取消。这里是距离东京大约3小时车程的静冈县河津地区，也是河津樱的起源地。这种樱花花期长达近1个月，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当地都会举办持续1个月的樱花节。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官方组织的活动不得不取消，但可以看到现在仍然有一些结伴来赏花的游客。コロナ禍になって仕事ですとか、あと日常生活もちょっと変わったり変化があったりとかして、すごくこう気持ち的にも沈んでい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桜を見てすごく癒されました。まあできれば食べ歩きとかしながらちょっと楽しみ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けどまあ桜を見えたので、まあ満足はしてます。往年樱花节期间，河边会聚集近100多家出售土特产或小吃的露天商店。今年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和边走边吃现象，官方呼吁商家取消出摊，但记者在现场发现仍有一些小店在周边支起了摊位。山本九男是河津地区的一名农户，他告诉记者，今年尽管赏樱大会突然取消，但是由于他前期已经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准备，因此还是硬着头皮摆起了摊。観光地です。だから観光のね、一応花とそれの始まりですから、やっぱ大事な一年の始めです。よそっていうことは簡単ですよ、言葉でね、言うのは。だけど、やる方でしてみればね、やっぱり準備してますから。日本河津地区樱花节每年能吸引近100万来自日本国内外的游客，为当地带来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经济效益。今年预计到访客流量只有不到往年的1/3。不仅是河津地区，即将在3月中下旬迎来樱花季的东京等地也陆续宣布取消赏樱活动，预计将对日本各地旅游和零售业造成不小的冲击。当地时间2月12号开始，美国纽约市的餐厅恢复室内用餐，而从当地时间2月26号起，堂食客的容量甚至可以提升到35%。那么为了吸引顾客，并让前来用餐的人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当地的一家牛排馆想出了个好办法。乔恩·哈姆微笑迎客，二罗克为您指路。您可以选择坐在吉米·法伦的前桌，也可以考虑在奥黛丽·赫本隔壁吃一顿蒂凡尼的早餐。
这就是位于布鲁克林区的牛排店与杜莎夫人蜡像馆合作打造的创意就餐环境。从顾客们的反应来看，这一招确实管用。受疫情影响，纽约市各大餐馆从去年三四月份就开始关门歇业，直到六月才被允许在户外接待顾客。如今再次开放堂食，顾客也非常兴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去年疫情爆发后至十二月中旬，美国有大约11万家餐馆被迫停业，其中大约17%永久关闭。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当地时间26号，罕见的低潮使威尼斯著名的大运河几乎干涸，水位一度下降到海平面以下48厘米。当地主要交通工具贡多拉搁浅在河中。威尼斯因其独特的水道、精致的建筑和浓郁的艺术氛围受到各地游客喜爱。受降雨量和潮汐等影响，这座城市一直在经历水位变化。洪灾和低潮都对城市构成威胁。站上陡峭的岩石山半圆顶，从上往下看都会让人不寒而栗，更别说从顶端滑雪而下。据悉，此前从没有人完成过从山顶到谷底的滑降。近日，两名极限爱好者，45岁的贾森·托尔兰诺和40岁的扎克·米利根，发起了这项没有丝毫容错空间的死亡挑战。因为哪怕是极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粉身碎骨。最终，两人花了大约5个小时，完成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极限滑降。瓦罗涅米位于北极圈内，是知名的旅游胜地。在这座冰雪之城，时常能看到绚丽多彩的极光。作为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的重要组成元素，冰雪赛事总是非常吸引人。而这一次北极拉力赛的加入，将会载入这项赛事的史册。车手们在茫茫雪原上奔驰，在极地赛道上感受速度和激情。当然，纯净的冰雪后面也隐藏着很多的危险。七届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年度车手总冠军法国名将奥吉尔27号就遭遇事故。他的赛车在距离终点线只剩下200米时撞上了冰堆，损失了大把的时间。现代车队的爱沙尼亚车手塔纳克表现出色，在27号的比赛结束后排名成绩榜的第一位。进入生活服务板块，现在全国大部分中小学都开学了，开学之后每日的校园防疫应该怎么做，往返学校的途中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好防护，咱们一起来查收这份校园防疫指南。站一小课堂，学校疫情防控指南。随着疫情的好转，有的地方已经陆续开学了，开学前后疫情防控工作怎么做，这份指南很重要。开学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提前制定防控工作制度和应急预案，排查人员健康状况，防止带病上岗上学，进行防控知识技能培训，持续开展健康宣教，储备足量防控物资用品，进行学校全面清洁消毒。返校途中应做哪些准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全程佩戴口罩，随时保持手卫生，减少接触公共物品，留意周围，避免与可疑症状人员近距离接触，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以配合相关调查。开学后每日防控要做哪些工作？加强学校出入管理，密切监测教职员工、学生的健康状况，做好通风换气、消毒工作，设立临时隔离室，以备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隔离。饮食方面如何进行安全监管？做好食堂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晨检工作，实行错峰就餐，保持1米以上间距，就餐时不交谈，加强餐具、供水设施的清洁消毒，建议学生自带餐具。安排专人负责与接受隔离的教职员工或学生的家长联系，掌握其健康状况。如出现疑似病例，应当立即向属地疾控机构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密切接触者的管理。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春节假期亲友聚餐都少不了大鱼大肉，几顿下来咱们这体重也是直线上升，节后大家开始琢磨起减肥健身，纷纷加入锻炼大军，开启了减重模式。每逢佳节胖3斤成了众多市民春节过后的烦恼，
记者走访莆田市区一家健身会所，看到前来健身的市民个个都劲头满满，挥汗如雨。这些来健身的市民，不少人是冲着减肥来的。整个下来可能胖了有5-6斤，所以是因为就来到这边是想要通过健康的一种锻炼方式，达到一种就是身材的一种改变。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市民在健身过程中，为了在短时间内达到瘦身塑形的效果，往往会出现盲目节食、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等情况，走入减肥误区。专业人士提醒，这样不仅达不到减肥的效果，还不利于身体健康。有些人可能误解出汗量大、运动量大或是体重下降才算是减肥，其实体脂率维度下降和缩小都是减肥成功的一种体现。医生建议减肥瘦身要注意科学合理、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才能既达到锻炼健身的效果，也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要减肥的话，在饮食方面要控制食物的总热量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少吃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那么减肥关键还是要坚持锻炼，最好是多做力量性的训练。说到泡菜，很多人都愿意吃，但是腌制多久的泡菜才能放心的食用呢？这中间也是有学问的。前不久，在浙江有一名5岁的女孩，在食用自家腌制的泡菜之后，出现了中毒的症状，通过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经过前2天的降温天气后，从今天开始我省气温将逐步回升。各地的具体天气，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庄北制造产业开发区欢迎您。长春晴转多云，0到0下11度。白城多云，0下1到0下11度。松原多云，0下3到0下12度。四平晴转多云，0到0下10度。辽源晴转多云，0到0下11度。吉林晴转多云，0下2到0下13度。通化晴转多云，3到0下8度。白山晴转多云，1到0下9度。延吉晴转多云，1到0下11度。长白山晴转多云，0下2到0下14度。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